讲一位英雄人物，她被称作是敦煌的女儿，说一个英雄故事，最可爱的人就是对人民子弟兵的荣誉称号，唱一首英雄赞歌，好朋友，立德树人，传承革命薪火，知行合一，更续红色血脉，用热爱拔节运岁，用思想铸魂育人，学好思政课，成长不烦恼。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所有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正如同学，我觉得呢，刚才你朗诵的还不错，不过呢，感情啊没有那么充沛，从一开始呢就没有进入到这段文字的意境当中去。我们都知道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可爱的人》，我来问大家，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呢？谁是最可爱的人，指的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嗯，我明白了，要不是他们在前线打仗，就没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金豆老师，通过了看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战士们打仗那么艰苦，很多人都牺牲了。所以说作者魏巍在这篇文章里说，这些舍生忘死的人就是最可爱的人。老师，那我想更多的了解他们。他们指的是谁呀？老师，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好好好，我这样，等我回去之后啊，和马老师、宋老师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一次思政课讲座的题目就定为谁是最可爱的人。两位老师，我有一个好的提议。看金斗老师神神秘秘的样子，肯定又有好主意了。对呀，金斗老师，别卖关子了，我感觉啊，你的点子都往外冒了。这你都看出来了。嗯，我觉得咱们这次思政课讲座啊，就来讲一讲最可爱的人。您详细说说。你看我小的时候啊，我们班里的同学啊，尤其是男生，特别崇拜战斗英雄，像抗美援朝时期的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我都特别特别喜欢。我个人的建议啊，这一次我们的重点可以放在那些最可爱的人身上的奉献精神，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更好地珍惜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嗯，很有道理。在这一次的思政课上呀，我们可以做一些拓展延伸，就从我们现在社会上大热的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长津湖》开始，我们可以聊一聊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解放军战士们，可以聊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不幸牺牲的陈红军烈士，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想到了，我觉得咱们这次思政课讲座的题目就叫做谁是最可爱的人。沙正如，你这回可占了大便宜了。咱们刚刚看过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和电影《长津湖》。嗯，电视剧和电影里面肯定都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所以我还是想去寻找当年真实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双管齐下。沙正如，你看我给你找的资料，抗美援朝还有血战长津湖。哇，谢谢谢谢你佳农，谢谢您帮助我。沙正如，你好好准备，祝你成功。嗯。哎，杜鹃鹃、王一山，这些英雄们简直太伟大了。黄继光烈士为了保护他的战友们，竟然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我真看到邱少云烈士这儿，他为了大部队不暴露，一动不动，最后壮烈牺牲。我看的是汶川地震，空降兵十五勇士冒险跳伞的文章，真是太惊险了。哎，我这儿有一首诗，叫《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我来看看。我知道这句话，这句话是边防战士陈祥荣哥哥说的，他牺牲的时候只有19岁。我要在思政课上朗诵这首诗，我真是迫不及待要上明天这堂思政课了呢。我也是。嗯。各位同学好，我们本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首先呢，我们有请沙正如同学为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为中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资料。正是在这种坚定激昂的歌声中，中国人民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踊跃报名参战，而参军成为广大青年表达爱国激情的最直接方式。在全国，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数超过千万，从东北到西南，从高原到海边，到处都是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众人情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中，他们一路高歌向前。服了整整6个昼夜，当总攻号吹响时，有些战士再也无法冲锋，有的戴着大高帽，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的耳朵都用毛巾把它这么样子围着在那个打。我们从那过的，我都不动，我就过去看看，都硬了，起码有120个人。那个场面呢，真是悲壮。
那是永生难忘。而在淞浦峰战斗中，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以百人之力，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阻敌3个师长达10几个小时，全连100多名勇士，最后只剩下7人。人家扔那个汽油弹，浑身带火，有10几个带火的人扑上敌人，抱到一块儿烧死，抠都抠不开，抱的。经过舍生忘死，慷慨奉献自己的一切，你们就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看完视频资料之后的感受。江农，你有什么想法？抗美援朝的胜利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说得很好，请坐吧。曹宏杰同学，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们，到抗震救灾中牺牲的战士们，再到中印边境冲突中牺牲的勇士们，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吃大无畏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能够取得胜利的法宝。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看来在学习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呀。接下来金豆老师和几位同学会为我们带来一段诗朗诵，内容呢是谁是最可爱的人片段，大家掌声欢迎。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我祖国的朋友们，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朋友们，当你听到这些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了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又把血放进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
最可爱的人。同学们，这一次选题啊，你们选的十分有意义，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精神谱系之一。杜娟娟，你们如果确定这个主题的话，我呀就和你们一起从头学起，正好补一补老师的知识短板。可以呀，这一次主题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哎，不过说到这儿啊，咱就不得不说说人家金豆老师。据我所知啊，金豆老师是一个超级科幻迷，如果你们在准备选题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向他请教。知道了。我找到了。你找到了吗？还没有，我等一下我啊。找到了，咱们去问问他们吧。好啊，走。晴明哥，你在看什么呢？我看的是杨利伟叔叔写的一篇文章，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进入太空，但是飞船距离地表34公里时出现了剧烈的抖动，这种抖动已经超出了我们人体的最大负荷，这个时间持续了整整26秒。宇航员可真是咱们人民的英雄，听说我们的宇航员还能在空间站里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呢。哦，是吗？航天员的一日三餐，藜麦桂花粥，红烩猪排，尖椒土豆，石斛炒饭，椰蓉面包，太空香豆，这只是一天的食谱。哎，最近在咱们空间站里直播的天宫课堂你们都看了吗？我看了。王亚平阿姨他们做了好几个有趣的实验呢。嗯，对呀，几年前第一次在太空授课的时候，那个失重状态下水膜变水球的实验，这回变得更加精彩了。在失重状态下往水球里面注入一些空气，可以变成一个球中球，通过那个球中球可以看到一正一反两个人像呢，真的太神奇了。
就是就是，还有那个神奇的现象，在我们的空间站中，一天就可以看到16次日出，因为我们的空间站每90分钟就可以围绕地球转一圈。还有那个锻炼用的跑步机和太空自行车，还得使用专门的装置固定才能使用练习。原来真是有趣啊，同学们。那么咱们这次的选题是载人航天，那么你们认为咱们人类为什么要发展航天技术呢？要不咱们去请教金豆老师吧。好。我跟你们说呀，我小的时候呢，我是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哎，不对，应该是我伟大的理想，就是要成为航天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呢遨游在浩瀚的宇宙当中，为中国人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豪啊！我们人类发展载人航天的意义在于，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就是走出地球，为更好更深度地探索宇宙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国家发展载人航天的意义在于掌握人类核心科技，开辟用中国智慧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们知道这些问题都是什么吗？不知道。地球是怎么产生的？宇宙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人类的未来将会走向何处呢？哎，这个日子没错了，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从1992年开始实施的。对，这个资料我也查到了，我国计划制定的载人航天3步走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让航天员走出飞船，第三步建设我国自己的空间站。还有那个就是在失重环境下对于宇航员身体影响的问题。哦，这个聂海胜叔叔在太空课堂中也有提到过，在失重环境下对航天员的心脑血管、内脏器官、肌肉骨骼等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我想起来了，聂海胜叔叔介绍叶光富叔叔穿的那件特制宇航服叫什么来着？企鹅服。杜娟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这一次思政课讲座《遥远的天宫》，你们打算怎么展示？大家准备的都特别充分，尤其是金豆老师和江农同学，他们还一起排了一部课本剧，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名字叫做《太空漫步者》。这个内容啊，其实我是知道的，只不过现在啊，我们先暂时保密吧。对啊，宋老师，你还帮他们一起排练来着。那好吧，我们就把悬念留在思政课讲座上，再来揭晓。各位同学好，我们这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遥望天宫。我们首先呢，先请杜娟娟同学来为大家进行分享。杜娟娟，你来吧。1970年4月24日，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我们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我们国家航天事业中的璀璨明珠——载人航天。谢谢杜娟娟的发言，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视频资料。1970年4月24日，小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在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的第2年，钱学森就提出中国要搞载人航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无法支撑，该工程很快就暂停了，直到1986年这个话题才被重新提起，而后又经历了长达5年的探讨。199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光荣诞生，我国第一批14名航天员在北京航天城面对着5星红旗庄严宣誓。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
中国航天史册从此翻开新的一页。1999年11月20日凌晨6点，中国的第一艘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航天发射场升空了。在经过约21个小时的飞行后，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史上第一次飞行试验，成功验证了飞船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的正确性。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先后4次发射无人飞船，技术难题被一个个攻克，飞船性能一步步提升，终于在2003年由杨利伟完成了载人飞船的首飞。那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说句中华民族确实太了不起了，祖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发射，费俊龙、聂海胜完成了接近5天5夜的飞行，验证了我国飞船具备多人多天的太空飞行能力。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将3名航天员翟志刚、景海鹏和刘伯明送入太空。二号交会对接。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期间，航天员将进驻天河核心舱，完成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3个月的太空差旅生活，三位航天员又过得怎么样呢？花式太空餐，营养又丰富，吃饭需要技巧。一不留神就会错过飘在空中的食物，太空跑车、动感单车、太空健身房正式营业。通过这些运动，克服失重对身体的影响。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将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3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驻留，创造了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先后进行了2次出舱活动。让我们共赴星辰大海，不负青春韶华。今天我们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遥望天宫，讲述的是中国载人航天的故事。我知道同学们已经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以及收获。薛宝龙，你先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我想这些优秀的精神能持续给我力量。说得很好，请坐。沙顺如同学分享一下吧。最令我感动的是刘洋阿姨和王亚平阿姨，作为两名先后进入过太空的女性航天员，给了我们女生无限的鼓舞。我想我长大以后可能不会从事有关航天的行业，但是载人航天精神必定会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中的指明灯。嗯，非常好，请坐。王一轩，你来说一说吧。我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如果将来我能成为我们国家载人航天当中的一员，那么我将无比光荣。说得不错，请坐吧。陈明哥，你来说。等到我们长大以后，我想太空旅行已经成为了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体验。到了那个时候，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积蓄，换取一张前往太空的通行证。我现在就期待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见解很独特，请坐。好的，同学们，下面我们要请金豆老师和江农同学给大家一起来表演课本剧《太空漫步者》。金豆老师饰演的是航天员翟志刚，江农同学饰演的是航天员刘伯明。2008年9月27日下午，我国航天员翟志刚和刘伯明穿上了我国自主研发价值3000万元的宇航服，准备开始出舱前的舱门泄压工作。当我和伯明把压力卸到剩一个压力的时候，门撬开了缝，还有向外抽的力，这种力很顽强也很大，这是我在地面的反复训练中根本就没有遇见过的。我当时也是为他捏把汗，因为我感觉他的全部力量都已经使了出来，这也是我们上去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可能也不光是内外压差的问题。为什么这时候外面还有这么大的力？我把撬棍递给了他。伯明，让我再试一次。我们两个人都穿着出舱服，空间非常狭小，当时我为他着急，我心里说，我为你最后鼓一次劲，你要是真的没力气了，我们俩交叉换位，我帮你完成任务，用全力把舱门打开，然后再交叉换位，让你飞出去。终于我撬开了舱门，美丽的地球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知道当我完全出舱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我们航天人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历史性一大步。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终于他完成了出舱的全部动作，在把红色的安全系绳挂钩挂在飞船舱外的出舱扶手上之后，他开始上摄像机挥手致意。我已出舱，感觉良好。此时的我以每秒7.8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成为走得最快的中国人。我把一面早就准备好的五星红旗递给舱外的他。这面红旗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各大系统上百名科技人员每人一针亲手绣制的。他接过了五星红旗，冲着地球，冲着全球的观众开始挥舞起来。神舟七号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问好，请祖国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请祖国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请祖国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同学们，今天我们跟随着中国航天员一起遨游了神秘的太空。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航天梦，如果说人类的航天是一部史诗，一部巨著，那么我们中国的载人航天每一次飞行都是一幅壮美的诗篇。走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730多位航天英雄，被称为不朽的军阵。这些英烈用生命展示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无私情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心胸，死在戈壁滩，
埋在青山头的世代中心。人类的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人的逐梦之行永不停歇。我已经迫不及待要上明天这堂思政课了呢。我也是。对呀，为啥要看一眼灯再看要上思政课？这一次思政课讲座太……我现在就早日期待着那一。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我想，不，如果日后有幸的话，